Hello， 大家好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最新一集嘅《人中之龙》同以往有少少唔同呢？冇错，就系少咗《人中之龙》系列嘅性感女优元素。就等我同大家回顾翻有性感女优三上由雅同冲田杏里嘅《人中之龙六：生命诗篇》。喺游戏入边，由雅佢哋化身做神室兵网络聊天室嘅女神。而玩家在游戏入面就可以跟他们进行疯狂的成人交流。不讲那么多，我们即刻去看下片先。在看完片之后，大家是不是很挂住游雅和一众女优呢？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在鱼龙工作室决定继续沿用新系统的半即时制，抑或回归传统动作模式之后，相信女优元素必定会继续出现。